还有工作得完成，而你是最佳人选，别让我等太久。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改良呢？这就是我热爱我工作的原因。接着是狂训猛龙，一个货真价实的狡猾掠食者。这头恐龙也需要有一些战斗经验，相信你接下来会忙得不可开交。既然你现在可以创造出混种恐龙，下一个任务对你来说应该不成问题，创造一头驯技龙并让它加入战斗。我要它的评分达到我在文件中所列的数值。开始工作吧。我们好像正在这里重现吴博士的伟大杰作一样。我不觉得我想这样。